你们为什么在这儿打劫？你谁呀、啊？你给我靠边！你们哪部分的？啊，兄弟们，亮家伙！嗨！嗨！看见没有？我们才是真正的山贼！嘿，今天算遇着我，算你们点儿背！算你们点儿背！我枪不露根，枪不露根，我要露根，露根！你上！你们真是山贼吗？同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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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行。那你知道这山贼的暗号吗？暗号，太知道了，太知道了，太知道了！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，给我杀！好，都死！告辞了。大算你们点儿背，算你们点儿背，告辞了。就这留着还有啥用？都给我杀了！给我杀了！哟，撤回来，大哥啊！我觉得不能杀，为什么？你看啊啊，咱们把他留下来，留下，拽到咱们寨子里，扩大一下咱们寨子的规模，怎么样？对呀、啊，这小太聪明了，对不对？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好对吧？那我要考考他们，该考。如果考过了，他们就活着；如果考不过，那咱们就杀杀杀！对，谢元，谢小师妹呢？哎，他去哪了？啊，你说对不住，没看住啊！不不，那不敢，那先弄个三个人，一会儿要突然出现也行了。走了。哎，他们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好了，别躲了，快出来吧，快快出来！我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我们打不过的。他们没发现我。哎呀，不是，你们要劫色，拿走，拿走，走，拿走，拿走。不，我们要劫的是这个色。连我你们都不放过，好残忍啊！你们这是重口味呀、啊！那咱们开始啊。